同做之前其實你捱咗幾耐？今年應該係第十二年，因為好多人咧會覺得藝人可能即係喺幕前好風光，不過事實上就唔係咁啊。但係點解你唔放棄？既然用咗超過十幾年嘅時間擺咗喺幕上高，我唔想放棄。嚟咗香港都有28年，29年㗎。咁你有冇覺得後悔啊？冇試過，一次少少都冇嘅。我係中意香港嘅。你心目中嘅香港人係點樣樣？我哋香港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啊！我哋有自己嘅文化，有自己嘅語言。真正嘅香港人就應該係愛呢個地方，想保護呢個地方，想捍衛廣東話。有啲人覺得香港人應該係有獅子山精神嘅，我覺得係已經過咗嘅。因為獅子山精神對我哋講咧，就係你努力，咁就可以有成就，你可以成功嘅。但而家今時今日根本係完全都唔係咁噶嘛。你今日你努力都未必係可以成功嘅。而家我哋需要另一種心態咧，就係明知可能唔得，但係都選擇堅持落去。有冇啲咩想同呢個嗰堆輸在起跑線嘅人講？你有個夢想，同埋你有啲耐力，唔理你咩環境，唔理有幾多錢啊！如果你真係想要啊，你係要試嘅。可能係需要5年嘅時間，可能係需要12年嘅時間，可能係需要30年嘅時間，但係你都係要試噶嘛，因為冇人可以話俾你聽，你實現唔到你個夢想。